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，公务繁忙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玩笑也不爱开了。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？我才没有。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我原以为这个小贱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没想到我低估他了。我这儿倒是有一个把他给除掉的机会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不好了，老爷，婉清小姐被人绑架了。你说什么？一个生意人为什么要伤害穆婉清？说的就是做生意的得罪穆家，这不找死。好啊，咱们去会会他。婉清，婉清，是我，没事了。这是一心想把罪名扣在我谭家军的头上，是吗？除非你能拿出足以服众的证据，证明这几个人不是你谭家的兵。不如我问问你，你有什么铁证证明这些人不是冒充的？事情是你惹下的，我儿子还在医院躺着呢，当然由你举证。